Nikola Tesla，尼古拉特斯拉，Nikola Tesla，Yugoslavia 这个国家现在已经解体了，没有这个叫南斯拉夫的这个国家了。Yugoslavia。但是当时南斯拉夫有这国家的时候呢，它有一个，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加盟共和国，Serbia、Croatia 这两个国家。但是这个尼古拉·特斯拉这个人哈，他对这个科学技术贡献特别特别大。我们现在用的电，用的很多的东西，就是通讯的很多东西，都和他发明有关系。但是尼古拉特斯拉呢，就是因为我刚才遇见的是一个塞尔维亚人，这是塞尔维亚人，但是我们门口也有那个克罗地亚。我们工作单位也有那 Croatia 的人，就是克罗地亚人，他们这两个国家呢，都和特斯拉有关系，都和尼古拉特斯拉有关系。他是说，尼古拉特斯拉是塞尔维亚裔美国人，他是在美国发明的很多很多的这个科学技术新发明，他出生呢在克罗地亚。这个我们门口这克罗地亚人哈，他就告我，他说的您那我们国家有他那个房子都在那儿呢。但是塞尔维亚人呢，塞尔维亚的钱印着这个尼古拉特斯拉的这个他的头像。他的那个照片在塞尔维亚那个国家，然后那个尼古拉特斯拉他去世以后，他的遗体被运回到塞尔维亚去了。这个人哈，对这个世界贡献特别特别大，交流电、供电系统最初是他设计的。然后电磁场领域等等呢，包括这附近的大瀑布，还有他参与设计，他主导的应该是，水力发电站，那个有他那儿的，那儿有他的纪念碑。这是刚才遇见的是塞尔维亚的一个年轻小伙子，他呢牵着一只狗。跟我聊聊天儿，这个人就是尼古拉特斯拉，但是特斯拉呢，就是伊隆马斯克他的那电车就用了这个名字，特斯拉，就那电车。然后说点英文单词，cross 是在对面的。Confuse 是迷惑，Puppy 是小狗，So I decided to go to a nice restaurant just across the road。所以我决定去马路对面的一家不错的餐馆。Snooze 是打盹儿。Snooze 是打盹儿，Hungry 是匈牙利，匈牙利这个和那个饿的那个词相近，我肚子饿了，但是不是一个词，不像那个土耳其那 Turkey，那个土耳其那词和那个火鸡那词是应该是一个的。然后，Sweden 呢？Sweden 的科学技术也特别发达，特别是它那个 trucks，
沃尔沃那大卡车，它那轮子哈都是斜着的，满载以后就正了。然后它的沃尔沃那个小轿车也特别好。Belgium 是比利时，比利时那啤酒特别好。Ambulance 是救护车。Nepal 是尼泊尔，在这儿见过尼泊尔人，也见过那个缅甸人。这先生啊是用 MR 点儿，这个 Sir 也是先生，就是别人叫你一声 Sir，就是叫你呢，然后你可以说 Sir，这个。Mister 是 M2 的这个写全了就是这 Mister。Busy 是靶心。现在就是现任的美国总统，把那个就广告上的就是。对这个川普有意见的那些东西都给他撤下来了，但是川普呢也是把他本来的讲稿，就是要激烈一点的讲稿也给，就是换成那个，就是要让美国这个团结起来啊，因为这个就发生枪击案以后哈。这美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，更重视团结一致这个思想。敏巴是缅甸人啊，我在这见过缅甸小伙子，那个他娶了一个白人太太，然后他告我那个。缅甸有专门的，就是美国的对这类国家有专门的政策，就是招收那个移民呢、啊。Layout 是布局，但是应该是工业设计啊，工业系统的工业的这个场地设计什么的，应该是有这专业，就是这个。这个城市的工业应该是都有哪些种类，都有哪怎么布局的方式。Setup 呢是比如说是一台机器吧，有了程序了，然后呢让这个，比方说数控机床，它这个让机器转起来，遵照那个程序的指令。转起来，这个过程就叫 set up。这戏啊是看这个 SEA 就是海，